准备来进入第五月份报税的季节，为了方便市民来报税，南区国税局嘉义市分局今年是来和嘉义市政府合作，首创将报税的地点对往年伫咧市政府的八楼，搬到市府一楼的中庭，后面将一入门地当直接来申办。嘉义市长闵辉和国税局嘉义市分局局长苏献彤伫咧28号嘛，做伙来视察现场的设备，期待这个创新的服务流程，会当后面将伫咧报税的时阵感觉更加新奇方便。嘉义市长闵辉和国税局嘉义市分局局长苏献彤逐一视察现场的设备，并试抽号码牌，了解作业运作的程序。无亲像过去要报税就要排队等电梯上到八楼，今年嘉义市民若是要报税，方便真多，只要入到嘉义市政府，直接伫咧一楼的中庭，就当直接来完成申报所得税的手续。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在克服更多的困难。那今年呢，特别谢谢苏分局长，他能够在克服困难，能够把嘉义市市政府的中庭能够把它做一个最好的规划，然后把所有的设备都搬来这里方便民众的在报税的期间呢能够更为方便。嘉义市政府和国税局嘉义市分局合作，今年首度将报税的地点搬到一楼的中庭，不只是省时间，减少电梯电费的支出，空间更是比以往公宽真多。国税局嘉义市分局也特别呼吁民众，除了公告现场申报，也可以多多利用网络和自然人凭证。今年申报的特色创新服务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宽广的空间，第二个就是用自然人凭证以网路代替马路，那第三个就是税额试算，税额试算非常方便，只要去缴税就OK 的，那如果不退的就要勾个同意，如果退税的就要写账号，那签个名。国税局嘉义市分局表示，今年是特别举办申办自然人凭证好礼二选一的活动，在报税期间，涉及嘉义市的市民凭借2002年6月份以后所申办的自然人凭证 IC 卡、身份证正本和2003年5月份至6月份的统一发票5张，在当地的嘉义市政府一楼的国税局嘉义市分局咨询处兑换读卡机一个，或者是100元的便利商店商品券一张，送完为止。最新新闻，中国平王小三嘉义市蔡宏报道。